你没有带麦。麦。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深夜厨房第241集啊。Hello， 晚上好。OK， 今天要做的是万圣节的 idea 啊。OK， 万圣节要到了，所以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给大家一些创意料理啊。我想问你啊，几是万圣节？10月31。还不错。什么嘞？还有点尝试。什么有点尝试？有点尝试。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啊，刚进来的朋友们，多多帮我们分享我们的直播啊 ，OK？ 晚上好，欢迎点赞分享哦。对，多多帮我们分享我们的直播啊！今天要做的料理都很特别啊，今天是做万圣节的限定美食是吗？对，限定美食会做一个像早餐这样子一 set 这样子一 set 的早餐呢，一堆我们可以用食物来做些小变化，然后让骗你的孩子吃这样子食物。对，您当天做这份早餐给你的小朋友啊。他们一定都很爱啊。对对对。嗯。OK， 那我们正式开始了哈，你先介绍你有什么材料。今天我们这个 sausage， 我用的是这个牌子的 ,Lily, 这个是 Malaysia homemade 的。Malaysia homemade 的 sausage 啊。Yeah,Lily homemade。所以我们 try 了它的 sausage 啊。今天会跟他打广告啦。今天会有一些优惠，我很好吃，它是可以是号称是给小孩子吃的 sausage， 可以给小孩子吃的 sausage， 97% 是肉来的，纯肉来的，纯肉的 sausage， 它没有放任何防腐剂啊。然后我吃了，它有很多种口味的，你如果孩子的话，连小孩子我都可以给他们吃。哦，所以很不错一下哦，这个小孩子都可以吃的 sausage， 是非常一般上我们讲啊 ，sausage 是不鼓励小孩子吃，因为是加工食品。对对，但是这个呢，我去过他的厂看过，那么我还同时拿他的试吃，哎，我们说哎真的不错，我们才就是会跟他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啊。但是我就今天会用他的 sausage。OK， 我们然后两个 sausage， 用那个这个什么。白蘑菇 ，butter mushroom， 我们做一个造型。莉莉真的好吃，而且很干净，很放心。哇，原来也还是有人吃过的哦。然后水果，我们用苹果。OK， 我们用苹果。然后 kiwi 也有这个。苹果 kiwi 跟鸡蛋呢、等一下你会看到 lemon， 还有一个眼睛，我去找的，小小丽已经卖完了。在哪里买到啊？就烘焙店就有了。烘焙店啊。小小丽的眼睛卖完了，应该是全部都要去做。剩下大力的。大力的 ，OK， 不用紧，大力我也烧。OK。好啦，我们今天的材料我再重复一下，我们有的是 sausage 啦啊，然后有 mushroom， 然后我们有水果苹果啊 kiwi， 还有就是这个柑啊，然后再来就是一粒鸡蛋跟 marshmallow， 还有眼睛，然后还有面包。 OK， 来我们就正式开始啦。首先我们用我们的面包，我们先做一个好像一 set 的早餐这样子啦。OK， 我们先做早餐啊，早餐的万圣节的早餐要怎样做呢？ Okay， 来，我们这是白面包吗？我们要做一个可爱的小魔鬼的造型。我们在这个哦，要先做造型啦。画一个造型，我们先画一个像魔鬼的样子。用牙签画。你这个是水滴的样子。牙签画得到吗？画了，然后用来剪。大概画一个形状啦，像是一个
所以说，我们要盖在我们的白面包上面拿去烤，它有一个形状出来的。哦，就有那个 pattern 出来了。你会不会大一点的白面包吗？知道你会不会比白面包大？不会啦。OK， 我们画一个鬼的形状啊，像一个水滴这样子，比较像对话栏。你的鬼够肥哦，修饰一下，修饰一下。嗯，儿子很好奇，看着妈妈做啊。还一定要上镜。嗯 ，OK， 就是这样子啦。一个鬼的样子，看到没有？一个大逗号的感觉。去烤一下。直接拿去烤。还没有烤先，我的孩子很好奇。嗯，那我们拿去烤。OK， 就是烤面包的 preset 是吗？啊，稍微要降一点啦，因为那个 preset 那个比较高温。OK。它会飞掉吗？嗯，我们放180度，200度，200度大概4分钟了。200度四分钟，会飞走啊！这个飞掉了。这样讲吧。要用东西顶着。我们就是放那个细纸啊，剪出一个鬼的形状。放高一层。放高一层。不。可以吗？嗯，它一开火它就飞好了哇！哎，一鸣，OK， 还是飞了。Air fryer 吗 ？Air fryer 的风太大。这个时候就是。烤箱比较有用优势啊！对对对对。地底下那个风没那么大。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要如何完成呢？最底下。直接这样子加扁了，这样不是有铁网的？10分钟280度。OK， 等一下再看吧。OK， 我们先烤好，等它烤好了。OK， 回来，准备好面包，然后呢 ？OK， 现在我们要做那个，哎，这个前几年有教过大家的，要做一个木乃伊的 sausage， 那个有脚的、就是。这个是木乃伊的 sausage 啊，有就是 sausage 下面剪开，然后用这是什么 cheese 啊？罗蒂加奈的皮。哦，罗蒂加奈的皮包在上面啊。来，看这里， okay. 看。Okay, 就是这样子。那个做一个。嗯，我们用罗蒂加奈的皮切一条一条 ，OK。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是做万圣节的特辑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分享啊。对啊，可以加做可爱造型，可以看看我们的创意料理啊，然后跟着做，然后你就做给你的小朋友吃了哦。自己吃也可以啊。嗯、自己吃也太孤单了吧。做给自己的家人啊，我今天做早餐给你吃，然后做出这样的东西啊，他们就会觉得哦。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你？OK， 就是一个万圣节要到了啦哦，我们就是来有一个东南要给他放眼睛的，人家。OK， 中间留一个洞，上面那边有一个洞。大妹太有创意了，对。是超人的超人。我们先期待一下后面会长怎么样啊？他的大妹大儿子直接拿一张椅子过来看现场。他今天就跟我讲，我要看你讲做那个 Halloween 的。直接一个观众啊，在旁边。你看小孩子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像表弟讲的，这个我就没有剪脚了，那个我就剪脚。嗯，这个还在包在棺材里面的，啊，像表弟讲的，就是可以当亲子料理咯，啊，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做啊，也是不错哦，增进那个之间的感情啊。今天没有看到 Tomato Boy， 啊，他在客厅。客厅。啊，他进去电视机里面了。还没进来，还没知道。Hello，BB。嗯
OK， 所以我们就是像惠宏这样子啦，把 Rogi Janai 的皮切一条一条，然后卷在 sausage 上面，就是木乃伊哦。就是木乃伊。嗯，够简单的哦。看你做 pumpkin。哦，好啊，等一下我做给你看。要看你做 pumpkin 啊，哦。Pumpkin 最简单，扒皮吧。OK， 惠宏的儿子很可爱，对。也是、哦、也是蛮顽皮的一个之前的直播啊很常听到大喊大叫啊主要都是他是、啊、来自他 OK 最大声的 OK 哇我们的三条木乃伊做好了啊一个是女的一个男两个男的喂不要这样 OK OK 两男一女的木乃伊 sausage 啊，然后起了两个眼睛。OK， 然后中间放一个 cheese 啊。什么呢？等一下我那个 cheese 用了呢，我要把眼睛放在上面。他都说你是叫妈咪啊。嗯，妈咪。看得出来嘛，妈咪有失败呢。嗯 ，OK， 嗯、啊。然后这个要烤我看他的他这里有写啦，这里是写教我们讲，就是如果 air fryer 的话是180度。它完全 defrost 哦，这边有写它的煮的方式啊 ，cooking method， defrost before cooking， pan fry 或者是 air fryer 都有讲啊，阿温也是。看到我的成功吗 ？OK， 我们那个面包啊，看一下，等一下有唱歌吗？嗯，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你如果5个观众，如果我们有1000个观众的话，我们考虑一下啦。好考虑。OK， 我们180度，我们180度就烤一个15分钟啦。180度15分钟烤我们的烧仙，你们自己的烤炉那是吧？烤我们的妈咪啊 ，OK， 来。看一下这个面包到底是否成功呢 ？OK， 很可爱，坐在妈妈旁边哦。弟弟几岁啊？小弟几岁啊？几岁啊？一名跟人家讲你几岁 ？How are you？ 啊？他讲什么？五岁啊？他性格不一样。这个是 Cheeky Boy， 他也是用 Instagram。这形状不够明显呐、啊，不要紧，我们就画图吧。哇哦，就是中间留白了。你画太大了啦，这个是一个逗号诶，不像鬼的形状。那我们现在玩图。OK， 来。既然我们烤不出那个样子，我们就用画的啦。Okay? 我昨天本来烤了就要画了的。嗯，我们就是用 chocolate。sauce 啊，昨天是昨天的吗？昨天不是啊，这个自己那个 chocolate 你们拿来融掉它哦，融化的 chocolate 了。你不要 touch 妈咪。一鸣，不要这样，不 face。看你了。开始。我都不敢出声了。神鬼，你们是什么鬼？我要手震啊，要他抓。No mood to see with messy hair 啊，有人请你绑上来啊。OK 啦，我们自己 messy hair。我们自己做自己吃啦，应该 OK 啦。你这样针对我的头发。还有那个爱说谁。所以。要不要再做一个不。真的。OK。他这个是长，我觉得我来长了胡须的，等一下我来做一个啦。葫芦头，我觉得你一定要做多一个。因为那个巧克力有那个巧克力，我觉得那个形状你剪细一点，不要。明，不要。表弟，你看一下。快点那个剪。
是什么意思？那个腮红，这个等一下我再做多一个啊，我们先做别的先。OK。月烤炉也在。好可爱哦，哈。现在不错吗？第二个做一个，来我们这样。我们再做一个啦。It's OK。OK， 我们现在是用蘑菇啊，蘑菇来做什么嘞？做一个 skeleton。我们做一个骷髅头啊。嗯，来看这样的形状是，拿一个水草。切一半水草 ，OK。做两个眼睛。做水草没细水管。哦，你这样台湾的啦。嗯，水啊，细水管。做一个细管啊，细水管。鼻孔。OK， 鼻孔我们用牙签挑刻一下，弄一个三角形出来是吗？很 funny。很 funny。做的那个嘴巴。OK， 嘴巴就是这样子啦，画几刀下去。像吗？哦，这个就像了哦，这个就是一个 skeleton 的样子哦。哇，这个很可爱哦。来。我们放在旁边，哇，有没有？skeleton 的一系列的那个食物啊。OK。Kiwi for what? Kiwi 妈妈要做 the hot monster 出来，给来。什么蛋？嘘，给来。蛋 for what?再做多一个给大家看啊。OK， 就是这样简单啊。哎呦，你做的新的是这个哦。啊，眼睛用那个水草把它挖出来，鼻子用牙签，嘴巴也是用牙签这样子画几道，是不是让我们的 skeleton 就跑出来了咯？再做一次。OK。晚上好，分享的感谢啊 ，cute and nice 啊，呵呵可爱哦，cute and nice 啊，讲我什么？我还以为做，我还以为做大妹的旁边是米奇的儿子，原来是大妹的儿子，长大了啊，米奇的儿子更大一些啊。OK， 来，然后我们再做最后一个啦，再做的一个给大家看啊。OK， 这个你要拿去烤一烤，这个还要拿去烤啦，不然你要省事。慧红很用心的做，是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头发没有乱啊，我头发，我今天有洗头哎，怎么会乱？没有啦，看你头发放下来做，觉得它不舒服吧 ？OK。哦。好啦，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样，挖眼睛，挖鼻子，再挖嘴巴。啊，刚刚有人讲 Tomato Boy， 啊 ，Tomato Boy，Hello， 啊，又来找公公。一二三 ，Yeah！OK，、okay, 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Hello， 要做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 Kiwi。OK，Kiwi。OK，OK， 你小声一点啊。啊 ，Kiwi 能做什么嘞 ？Monster。要做 Monster 啊。OK， 我们先切一个，不要切完啦、啊，只是这样切一横过去。这样子画下去啦。有啊，这个是留来做头发的。Oh, OK。这里拍那个皮，不要那个皮。哎，拍皮！我用那个青色的那个皮来做那个 monster 出来。他们做 monkey。monkey 等一下先啊，OK， 我们这样子切。哦，我能想象到了，它的皮就是头发是吗？对呀、啊。慧控 is so creative， yes， 就是给大家一个。一个 idea 啊，所以你可以做这样的早餐给你的小朋友吃啊，他们一定都很喜欢啊。嗯，等一下啊，做两模式给你吃啊。OK， 就都切一半的皮啊。肥的。OK。OK， 他那个是啥头发吗？要做刘海吗？你的 monster 平头的是吗？是平头，要做刘海。韩国风哎，你要切刘海是吗？会不会高难度？太高难度，还是算了啦，给他平头啦。我搞不懂 monster。
来，快点做。OK， 我们要放点。对，我们要拿那个眼睛来做。眼睛啊 ，OK， 丢出给他两只眼睛啊。嗯，先放点 chocolate 在我们的 kiwi 上面，给他凝固它，就有个眼睛。爸爸，他的嘴巴。嘴巴等一下先啊！哇，好紧张啊你。哇，很可爱，笑哦，这眼睛。嘴巴你要笑笑的还是酷酷的？我笑。嗯，要笑的。你儿子要求 scary face 哎、欸，我觉得很 scary， 我妈妈很怕。OK， 我们是三口蛙。我们的 KV 就是这样子的、啊。也来我们三口蛙。也来我们在做的是这个 apple。apple 苹果。apple 手蛙。手蛙，你要这样子还是你要这样？可以来我再做，做一个，我们做一个嘴巴出来。会不会是跟 KV 的道理一样？不一样。有点不一样哦、oh, 这个有点意思了啊。先拿了一个这个什么 marshmallow 棉花糖，可以全部塞在这个洞里面哦、oh, 这个就是牙齿是吗？耶、yeah! 哎呀，这个比较有创意耶，我觉得你前面那个有一点不一样。哎，不可爱呗，你问一下观众，你想到出吗？嗯，想不出的、啊、这谁呀、啊、地都无言了。这谁来的？这谁来的？我没有，还没有想到这样的。妈咪，谁来的 ？TV， 这个是那个放牙齿。OK， 好啦，我们的苹果。切一个 curve 啊，就放我们的 marshmallow 下去。啊，最简单。然后我要做眼睛。包牙的。要做眼睛吗？要啦，不然。谁来的这个？这个不知道是谁的，就是 Mr. Apple。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分享哦。嗯，对，分享看看我们的。dinosaur 啊 ，dinosaur。来，刚才买了很多眼睛可以用。放进。你给人家到没？啊？有没放人家到没？有放了，巧克力。啊？放你嘞。放你啊！给他一个眼睛这样啊。但是等下做一个那个恐怖的 eyeball。OK， 我们就是这样子啦，给了苹果一个生命啊， okay. 啊，还有我们的小奇异果 ，OK。OK， 奇异果跟苹果先生，还有一个面包小姐 ，OK， 还有蘑菇，一群蘑菇。Lovely， good ideas， yeah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这个，好可爱，谢谢啊，谢谢捧场，我还以为是多厉害，厉害没？还是蛮厉害的啊，我是被蘑菇惊艳到，还有苹果，其他的就奇异果很可爱啊，拿刮刀刘海就出来了，哎呀，你很会嘞你，我给你摸绑定，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啊。我做得很差呢、嗯、没有差啦，就是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啊。Avocado for what? 不是 Avocado， 这是 Cucumber、okay? Cucumber for what? 我们诶准备黄瓜，黄瓜是要做什么？我要这个我们来做那个 Pumpkin 南瓜，用干来做南瓜。我给你摸，好漂亮哦，真的吗？你们会想吃吗？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想吃了、哦、他们还没有吃，他们不愿意马上吃的，他们看到很开心了啊，看了就是早上下来厨房说，诶，怎么有这些东西的？可爱哦。给我把那个 OK， 拔干去皮，然后黄瓜，我也不知道黄瓜它这就是 pumpkin 吗？ pumpkin 没有飞蛇。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pumpkin。 OK， 我们的小南瓜啊，我蛮可爱的啦哦，很不错一下哦。 OK， 放在这里，这么太高难度哦，都做不到，我不想做了，是不是要教大家很简单的方法去做？等一下我们要摆盘呢。哦，还有摆盘。 OK， 我期待一下摆盘啊。
南瓜做得很有趣、哦、很可爱哦，南瓜。这个南瓜不错啦哦。有 idea。这个有。哇，你它是在鞋柜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用的哦。啊。哇，我会红很多 ，pattern 一下，什么都会啊。会红太天才了，你不要捧他，你不觉得很敷衍吗？敷衍我，你那个你那个标题写万圣节限定美食，哇，我以为多厉害。限定美食吗？有个手势吗 ？OK。啊，不错啦，这个苹果，还有这个，我觉得那个 kiwi 我可以分二来做两个。小南瓜，是啊，你 kiwi 可以分二。明他的眼睛要掉了。嗯、啊，你看小朋友也是可以做啊。哇，你做了哎、欸！哇，跟我教。一个南瓜就这样完成啦，所以你也可以跟着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做哦。还要跟他做一个朋友回来出来。一分二啊，像海星一样。就有两个。给大家分享啊，让有没有一千个人啊？等下他们要唱歌哦。如果没有一千个人，他们不唱歌。没有人要看，没有人要看。我有圣诞套餐，还有万圣节套餐呢、啊。没有人要看。他肥了。头发太乱了，没有人要看。点赞分享哦，每个人点赞。OK， 我们的 KV 做两半。Mr. TV， 他流眼泪啊！他觉得痛。用海棍啊，擦来关关一下啦。他觉得痛。啊、这个啊，这个是，就做。我知道它是谁 ？Which？ 那个 Apple 是 Which？ 那个 Apple 是 Which 啊？那个 Apple。他这样，他这样抽很多支烟，这样子。Wow, awesome! Are you sure? OK, 小朋友可以一起参与，对对，嗯。你看啊，这个一只来，一只来，你看。他假的，假假的。假假的 hello, say hello, hello, hello. 嗯，那一盒一盒，哪一盒？嗯，再来一点，再来。嗯，我们。OK， 这个苹果，另外一个就笑的。你的苹果要放哪里？苹果这样子放。可爱呀、啊！水果大餐有没有？水果拼盘。水果拼盘，那苹果够没有诚意了，不切一下。OK 啦 ，OK 啦，这样子就好啦，这样子比较有创意一点。就是整粒苹果吗？你要怎样？我们就要整粒苹果变成妖怪吗？连你平时吃的苹果都变妖怪。好啦，我们的奇异果先生，跟我们的苹果小姐，啊，还有一个奇异啊，那个南瓜。刚刚在 market 里面看到一堆南瓜，现在看到慧虹放小板，对。这个南瓜蛮厉害的啦，我觉得简单啊，你就是黄瓜切一小撮放下去就好，就是南瓜了。嗯，有创意。来看一下我们的木乃伊，那个 cheese 不要放哦，它会弄啊，因为这个不同的 cheese 不会烤上去。哦，木乃伊已经是变成木乃伊啊，现在要加眼睛。OK， 我们要加一点眼睛。哇，大妹漂亮一流啊，你的创意。谢谢，感动感动，谢谢赏。啊，可以，你可以给我。一鸣，小心一点啊，坐好来 ，OK。妈咪，来。妈咪死了。我们。我让它活上来啊。放点巧克力当眼睛啊，巧克力配。这么麻烦。说下去。啊？一粒眼睛呢？一粒眼睛啊。妖怪吗？所以你原本是要放 cheese， 还有粘它的，但是这个 cheese 不可以烤太久。哦、oh, ，OK。他把他的黑都累。哎呦，全部眼睛朋友在一起。Okay. 超级一个超级不适合的配角跑出来，是一个咸的。他把 eyeball。
嘉伟，为什么你一直笑你大妹？你做，你来做一个看吧。你看，人家都不爽你、啊，一直笑我。哎，你还没有蘑菇哎，你有蘑菇哎。哎，忘记烤。嗯。我觉得哈、哦，我分两碟了哦，水果跟咸的分。当然了。梦梦，嗯，迫不及待想吃啊！来来，我要吃那个。什么？小黄人的自己人小青人。啊？什么意思？OK， 不用紧，我先烤蘑菇先。OK， 我们的蘑菇骨乳头啊，拿去烤一下。明明不要太吵，妈妈做东西。OK， 一样准备锡纸烤我们的蘑菇。马叔妈拿去烤一烤，忘记烤了。爸爸，你放。很好了 ，baby。放 OK。嗯。嗯，放这个。就是这样子啦。OK， 我们再烤一烤这个蘑菇啊，放一点油先。我就没有调味啦，你可以调味啊。So nice. OK， 喷点油。嗯，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去 air fryer 了啊。我们拿去烤我们的 skeleton mushroom。骨乳头蘑菇啊，就是这样子拿去烤。200度吗？这应该是算蔬菜了。10分钟多才多艺的辉煌。OK， 我们180度10分钟啊，烤我们的 mushroom。OK， 来，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创意吗？好，摆盘一下。嗯、啊。还没有做完呢，还有一个经典的，等下来秀给你看。哦，还有一个啦，好，我们好好期待一下。期待。嗯、啊、，so creative， 嗯、啊。可爱对吗？对，很可爱啊，我们的万圣节。假期的时候早餐弄一弄这个可以给孩子们惊喜，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会吓到啊，然后第二天就跟朋友炫耀了。对啊，你会跟你朋友share妈妈做这个吗？一鸣、哦、怎样做？先放一点草啊。 OK， 我们放点 salad。 哎，这不是好看了，升华，这个是三角恋，给他吃吧。不可以，他不可以吃这个。Mushroom will shrink after big. S H I R K 什么意思？缩小是吗？你会的，它会缩小。啊，它会缩小啊。OK， 这苹果就放旁边啦。嗯，水果一个盘，啊，咸的一个盘。丛林里的木乃伊。再一个。还有一个。在漂浮的鬼啊。嗯，然后隔壁是水果园。Pumpkin。Yeah, pumpkin。嗯。等下我们再放那个，还有一个东西要放，就是我们的那个鸡蛋。哦，鸡蛋，你鸡蛋要怎样做？对，哈，你不知道。eyeball。来，我给介绍看。eyeball 啊，哦，不错哦，它有 eye 概念呢。鸡蛋做 eyeball 啊，一整粒眼睛是吗？你是不是放一点巧克力下去？是吗？可以，这个放多没多在酱子里。OK， 多没多酱。好。我们要怎么做 eyeball？ 切掉这个鸡蛋，切一半。嗯，切一半。喂。咦，妈妈妈，妈妈妈。你要吗 ，BB？看到妈妈妈，嗯，这个方的，大妹很厉害，成品不错，对，大家都可以学着做啊，这个家里只要有材料都做得出来啊，断掉的骨头，断掉，所以是什么？什么？他先放点那个眼睛有血丝，拿多一点那个豆梅豆上下。真的，小朋友看到都想吃啊！Sausage 做血淋淋的手指没夹进去。哦，血淋淋那个
那个有机会可以做啊。嗯。太多东西，我太多的想法。Sausage 是妈咪啦，我们今天的 Sausage 扮演的是妈咪、啊。有，也可以做手指的。啊，做手指会比较更加写实一点啊。我们今天做可爱版的 ，OK？ 会有眼睛的，给他们生命。嗯。女孩子会不会不敢吃食物？其中一个奇异果超级不开心啊。快点吃掉我，我不想活去。太凉了，杀了我。OK。一个圆圈的。所以我们的鸡蛋到底要怎样做？你看，果然，我就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眼珠就跑出来了啦？我就知道，是不是很有血丝？你要给它水，拿一点水。不知道，这一份早餐哦，非常有诚意，都吃到巧克力了。等一下我们马上就放中间，哇，妖怪大餐。OK， 眼睛啊，眼珠 OK， 两粒眼珠。啊，大妹很有创意啊，赞。OK， 我们的水果大餐，水果大餐跟我们的。妖怪早餐盘，夹起来，我等这个马送好啊。还有我们的蘑菇啊，蘑菇是骨乳头啦。哇，今天做到好满意哦。是吗？大家满意吗？我感觉大家也是都喜欢哦，哈、啊。我们做的这个，还有一个劲爆的哈，哎，劲爆，这个是劲爆的哈。哎，我已经在那边了。要准备要干嘛？OK， 我们的怪兽早餐还有一个水果拼盘妖怪水果拼盘啊，就这样完成啦。OK， 先拿我采那个海马树没有放，特写一下我们的苹果妖怪。爱过不好看。然后我们的明啊，要多支持妈咪，不可以一直采我。我们的南瓜。用干做的南瓜，放一个黄瓜在上面，然后我们的 sausage 妈咪，木乃伊，我那个奇异果兄弟，然后我们的面包，好可爱哟，跟我们的大家，你们可以讲哪个是你最喜欢的，最惊讶到你，然后你想要去做的，请 comment 下来。有觉得很特别、很有创意的。来投票一下，到底是哪一样东西让你觉得最有创意啊？而且你最想要做的。Pumpkin。Pumpkin。小孩子都讲 Pumpkin， 因为最容易做。对，最容易做。他自己也有做嘛，他做了几个嘞 ？OK， 一个人弄给一家人吃的话不容易呀、啊。就容易分，打起他随便就给。一分牌照。其实也不难呐、啊，你这样子看哦，只是。切一切，放一放啊，主要是那个眼睛跟巧克力了、哦，就可以做好了、哦、啊！记得拍照哦啊！对，我们一定会拍。大、哎、家、哦、先等我的 mushroom 先。啊，我们等蘑菇啊，蘑菇好了，就可以放下去。其实我最喜欢那苹果了，你看那样子，只有生命。现在抽很多烟这样。他的牙齿是这样，烧牙要绑牙的。就像你们的医生。OK。好啦，我们等一下我们的那个蘑菇啊，叫米奇唱歌吧。你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你是不是看到不耐烦了？啊，用米奇唱歌是吗？你播唱歌之前，我们要介绍这个。啊，我们要打一下小广告啊 ，OK。就是刚刚我们用的 sausage， 这个 Lily Homemade，OK，、okay? 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它很有。它很应该是蛮出名的，蛮出名的、啊。如果你常常有去吃那种健，里面有留意健康的那种食物。因为这 sausage 蛮健康的，它是97%都是肉啊。因为你在外面买的 hot dog sausage 啊，可能有面粉、啊。它有很多那种加工过的，就那种叫什么、啊、合成肉啊，可能是那种它不是纯肉。可能不是肉来的，可能是内脏啊。可能是一些淀粉类的啊，跟 sausage 的肉合在一起变成 sausage。可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97%都是肉。那在吃肉吧。你吃下去，你一定会觉得满满的诚意感啊。
满满，然后它是 homemade 的 ，OK。小金瓜最有创意啊，苹果哇，大家都喜欢苹果哦。对呀、啊，苹果是最吓到的一个。其实小金瓜是你自己要买了、欸，这是最简单的，你煎蛋啊。啊，你买干跟黄瓜就好了。对，你就可以放下去就可以了。减肥成功的马叔啊，上烫烫烫，好 ，BB， 你手不要过来、啊。我们的马叔。脸黑黑的，脸黑黑的 skeleton， 还是减肥成功？减肥成功。吃水啊！死掉，他本来就死掉了。在你再这样子 ，OK， 我们的 skeleton 就是这样完成了。他的字来的 ，OK， 说今天的创意满满的，什么？新加坡哪里可以买多少？这可以送去新加坡吧，应该是不能吧，肉不能种了。嗯。但你来到九号买了，在九号有亲戚的话、嗯，有朋友的话，可以。那你可以带肉回去吗？没有，就在那边吃吗？哦 ，OK。如果你有亲戚在 JB 的话，就托他们买咯。新加坡朋友就很抱歉啦、啊。OK， 苹果 sweet， kiwi 也是有人喜欢 kiwi 哦。kiwi 很可爱啊 ，kiwi 的颜色好可爱哦。现在流行这样的颜色，你看吗？是啊，可能是 color。OK， 好，我们的妖怪早餐啊，还有妖怪水果餐，就这样完成啦。OK， 谢谢大家喜欢。小朋友喜欢吗？一鸣，你喜欢吗？喜欢 kiwi 吗？你最喜欢哪一个？ pumpkin。他最喜欢 pumpkin 啊。OK， 好了，你记得拍照啊。OK， 我拍照。好嘞，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下打个小广告啊，就是我们的 Lily Homemade 啊。Lily Homemade， 今天有个优惠啊、哦。啊，当然如果你只是买这一个一线啊，只是买这个一线啊，这个来这个有什么？来我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 pizza， 他们做的 pizza 啊 ，OK， 然后有一个 four classic pork sausage roll， 哎，这个很方便哦。它是今天我吃这个嘞 ，pastry， 我吃了这个，然后里面是 hot dog 来的，你这个直接退冰了，拿去 air fryer， 哎，你早餐就做好了 ，OK， 然后还有我们的培根啦，早餐你做 American breakfast 都会用到的培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培根很大片哦 ，bacon and cheese 的 homemade sausage， 这里拿给你看。这个培根外面卖这样的分量应该不便宜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样子四个一组啊，到底卖多少钱呢 ？OK， 135块。135块。OK， 就我要跟大家讲啊，外面卖的一些 sausage 啊，或者是那些我们说香肠啊，就是很少很少有这么 quality。我说里面的含量97%，是马来西亚的香肠的系列里面啊最高肉质在里面。就是它纯肉的量很多、这个是真的是没有煎增加那个色素，因为这种成本很高啊。没有色素，没有那一个添加那个防腐剂，完全没有，因为它是冷冻的嘛。对，冷冻的。所以你这个退冰了，你就是要尽快吃完它啦，因为它这个没有防腐剂的。对 ，OK。这个已经在市场上是好多年了。Can buy in a la carte。可以这个没有，今天我们只是配套了啊，没有啊，就是说如果是在这里Glen Valley 雪龙区的朋友运费要10块啊，西马的话是25块，东马有运到吗？东马没有，可是西马因为这个是 OK， 所以很抱歉啊，我们现在这个优惠只是给西马的朋友啊。这里有一个优惠是说我们表弟的粉丝如果你买两套的话是免邮。哦，买两套免邮啊，两套。还额外送那一包这个猪肉丸啊，这个是meatball， OK， 这个是一家20块钱的，一家都有的 meatball， OK， 价值20块钱的，20块钱的 meatball 啊，我们是纯正的97%，含量97%的一个，鸡蛋啊，我要，接你麦，关掉，OK， 来，所以我们的这个配套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想要买的话，我建议你买两套啊，因为买两套表弟就是给你免邮啊 ，OK， 再附送一个20块价值的 meatball，OK，、okay?
刚才有人刚才有我有吃过很健康的香肠，好吃。嗯，他的香肠不，我们外面吃香肠一吃下去是太咸了啦。啊啊，这个小孩子都能吃的，因为它不是很咸。对，其实香肠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咸，这个不会啊，这个真的不会，你就是吃到肉的那个口感，然后又不会到太咸。嗯嗯嗯。啊 ，product from where？ Malaysia。Malaysia 啊 ，OK。我有去过他的厂工厂，也去看的。嗯。小弟上车的时候，哎，很清洁。它里面的那，对，它的厂很干净，我以为就是他们还没有开工，可是已经做了，然后午休了，所以你连午休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厂啊是多么干净，洗到干干净净才去午休，所以你就能感觉得到哦，他们做这个 sausage 是很干净，很处理，嗯，没有，他们为什么会开这间？我有听那个老板娘讲啊，为什么会开始这个生意，就是做给自己的孩子吃，因为外面找不到。就是比较适合孩子的 sausage， 像她老公是德国人，德国人呢 German sausage， 她老公会做，就自己做来给孩子吃咯，过着就放上网去卖咯，哎，怎知道有人要啊，就开始这个生意了。就是因为他开始做，真的是为了自己孩子而做出来的，结果就把这些配方就延续下来。对，所以 Lily 也是她孩子的名字是吗？对，女儿的名字。对，她女儿的名字就叫 Lily 啊，所以才叫 Lily's Homemade。OK， 所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啊，各位，我们里面有什么？有一个 pizza， 这 pizza 很大一下啊，跟 iPad 比啊，这样大。OK， 然后还有我们的 bacon and cheese sausage。OK， 总共有几粒啊？几条？一二三四五六条。这个就是这个来的。然后还有我们的 bacon， 我讲完先啊，我们还有 bacon 啊。OK， 培根都蛮多一下的哦。培根咯，这个可以放很久的。嗯 ，frozen 的话都可以放很久。还有我们四条的 classic pork sausage roll 啊，这五条啊 ，OK， 这里有五条，啊，这个你退冰了，拿去 air fryer 一下，就是一个早餐了咯。在 Shopee 有吗 ？Shopee 它好像有啊。它是有他们的，你可以去打他们。你可以去他们的 official 网站看啊。在这里的话，有优惠啊，有优惠啦。免邮吗？嗯，对，你买两套就是免邮。嗯，而且额外还送一个啊。对，还有一个 meatball 啊 ，Lily's meatball。我们就是今天纯粹要推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我们有看到这个 Lily's homemade 的 sausage， 还不错吃。你就这样。嗯。哎，我试吃一下。它不会带很咸那种，它有。它不是，那个小孩子可以吃的，嗯，主张是小孩子可以吃。我一吃哦，就觉得它就是真材实料，满满的肉啊，97%。嗯，你吃外面的 sausage 时候咬啊，一下子就咬完，这个很实在，那肉满满的，而且不会有猪骚味。嗯，外面的好吃哎，这个好吃。外面有时你看啊，它就是掺很多那些粉的。淀粉很多在地，这个是没有97%是吗？肉，嗯 ，OK， 那有个，给你看啊，他没有什么啊。小帅哥，你的女友回台湾了吗？他还没有回他没有来马来西亚，所以他没有回台湾。OK， 他们现在每天倒数啊，多一个礼拜就来了是吗？11月1号啊？不确定啊，应该是啦。OK， 我再等一下再看一下啊。杰马含肉量最高的香肠，就是说有照片看吗？有没有照片？在那里。OK， 给你们大家看一下啊，它有97% 的 meat content 啊，然后180是用 premium and fresh 的猪肉啊，然后没有一点 coloring， 也没有任何的糖分。是吗 ？No sugar。这个就是我的小儿子吃哦。然后 other brand 啊，讲其他牌的话，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那种脂肪咯，然后有一些化学的原料在里面，然后它也是高盐，够咸哦。其实外面的香肠真的蛮咸的。sausage 哦，很容易吃到哇，很咸的 sausage， 要配很多面包来吃。这个单吃就可以啊，这个单吃又好吃。OK。
小孩子、小朋友，就连一岁的宝宝都能吃的 sausage 啊 ，OK？ 哎 ，Miki 啊 ，Miki 来试一下，然后叫 Miki 来试试，好，那刚吃饱。吃饱了，嗯，对，他减肥了，嗯 ，OK， 你们那个就是说啊，打 A 一加一啊，有兴趣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啊，有一个 pizza， 有一个 bacon， 然后那个 sausage roll 跟一份的 sausage 啊，总共价值135。哦，这个很好吃。你买一 set 的话是135，买两 set 的话是免邮啊，再送你一个。Meatball, OK? 要的话打上 A1 加 E 啊 OK? Yeah, 今天我们会讲介绍，你看我们是很少介绍这些吃的东西的，当然今天我们会介绍是第一天我们必须要先接受他的产品。好，其实是了一个一两个月了，我们吃了两个月了的时候是什么，那么这个我还没吃过，好，我还没有吃到，那么慧宏我每天都在这里偷东西回去的，对，搬回去啊。所以你有吃过这个啦，因为我早上做给我老公吃，早今天才跟我讲这个很好吃，她老公都讲很好吃。是啊，让我吃这个啦。嗯，他不会嫌这个东西，而且他说，哎，那些好像你们做健身的什么料理啊？keto， keto， 就是没它有 cheese 在里面的。那个很好吃啊，它又不太咸哦。嗯，好吃。它这个不用，因为有时候我们 sausage 不要配面包吃啊。嗯，它不会咸，这个就不用了，你单纯吃 sausage 都 OK 了。如果你要减肥啊，然后你又很喜欢吃 sausage， 想要喝一杯红酒了，你可以配这个啊，对对对，超撑，哇！你看我的 sausage 最辣骨啊。你老公给这样的老公吃到怎样？他讲很香哦，只吃 sausage 哦，他没有那么惊艳，然后配上这个 pastry 啊，因为我们通常外面，如果你外面买烘焙店不是你那种 bakery shop 买的那种 pastry with sausage，那个 sausage 一定是超。老牙的，对，那种冰咖喱的 sausage 吗？嗯，也是。还有一种就是一看就知道，它里面的 sausage 是 premium， 给大家买这 pastry 啊，又 crispy 这样子哦。嗯，他就觉得很好吃。就早餐啊，我今天就要开会，早上有开会嘛，三个人，一个老公，两个孩子，就要准备早餐给他们吃哦。全部放进 oven bake 了，下面我们的 FIE oven。嗯 ，OK， 小的就煮面给他吃喽，这样子一吃锅，然后。烤好了就一次锅送来了，我就去做工了哦。很方便哦，便真的很方便。现在城市人就必须要有一些 ready meal 的东西。就是早餐，如果你这样准备的话，我们出去外面吃早餐更贵。而且现在有时候小孩子读书啊，我们都想要准备营养的早餐给孩子嘛。嗯。在学校吃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了，薯条。哪个哈炸鸡哦，你讲小朋友自己在学校不知道吃什么，但其实我们自己准备的话呢，这些sausage他们可以吃的，对，小朋友也喜欢吃啊，但是啥是算是健康的 sausage 嘛，嗯，你可以准备给他下午就在学校吃 tea break， 然后我的孩子在学校一整天的嘛，所以会准备，你问他们 sausage tea， 他不吃 sausage， OK， 让我吃掉啦，你看拜拜，真的好吃，这个你一定要给他吃吗？拿个脚给他吃。给他吃呀。你看，你看这个叔叔啊，会整个给他吃都不要，他还叔叔还要拿回去吃。我要 apple。拿个 apple 给你。嗯，你看，只要做的造型啊，小孩子都爱吃。好吃吗？嗯，小朋友都喜欢啊。所以 OK。所以你现在，我们再重复讲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 pizza， four cheese and bacon 的 pizza， 十个 inch， 然后还有那个 roll sausage 啊，这个真的很方便。然后还有一个 bacon and cheese sausage，、这个 pizza 我很有兴趣啊。然后还有 bacon 啊，这样子一整组只需要135块。OK， 你有兴趣的话就打上 A 一加一哦。如果买两套的话呢，两组了，两套的话呢，就免邮。附送你一个 meatball 啊。这个价值20块钱哦。嗯，所以非常的值得。我就想要做那个 meatball pasta， 然后那个鸡翅啊。那个番茄酱的 tomato meatball。嗯。那个鸡。对，所以这很方便啊，就是西式的早餐。其实今天啊，会有跟我讲，刚才我们在吃午餐的时候。这个超好吃，我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讲吃这个超好吃，所以我说我还没有吃的话，那明天我会弄来啊，就当做早餐。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你去外面吃又一笔钱啊，不如买回来吃自己又可以吃好的。重点可以放很久。
你放 frozen 的话，一般上 frozen 的东西可以放一年啊。我们但是我们不建议啦。如果你不够冷，不可以的，可以大概三到六个月就要吃。三个月、两三个月啊，一个月、两个月拿吃掉了，不用太久。还有我买面包啊，我就放 frozen 的。How long to bake the pizza? Okay, let's see 啊 ，Let's see, okay. 100% homemade, okay. 100% 自己的 recipe, 没有 sugar, 没有 MSG. Cook method, okay. Oven, air fry, 130度到200度 for 12 to 15 minutes, okay. 所以还不错啦，我觉得蛮快的嘛。你退冰好了，你放去12分钟到15分钟，哎，披萨就可以吃了。这个孩子就可以吃一个早餐。这个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拿去煎啊。煎的话，如果说你怕它煎不熟，因为它都是生的嘛，你可以先用水煮水滚放下去，关最小火。比较快快熟啊。最小火蒸给它煮三分钟。不过我要跟你讲啊，这个一定要完全退冰才去。要退冰啊，要退冰。给 sausage 跟那些哪个，好像我们买 frozen 哪个啦，直接拿去烤更紧嘛。这种 sausage 因为它们不是炸了的，不是熟的。对，因为通常那种 frozen food 它已经熟了，所以你这种啊，你一定要先等它 defrost 了，再拿去煮，对的，然后你要确保跟着，尽量跟着它的 cooking method 跑啦，你跟着跑，这个大家可以就不会有问题，去买一套买一套出去试试看，那 calories 也是很低啊，你注意看196一条啊 ，per portion 啊，应该是一条所以它是97%啊，它的含那个猪肉的里面的猪肉97%，肉的成分有97%，OK。还有这个是它有一个记号这样讲的哈，这里有没有看到啊？它讲吗？因为有个有人不能吃那个 ，OK， 无糖无麸质啊，什么无麸质就是说有些人不能吃到有点面粉啊。防腐剂啊？不是无麸质啊。哦 ，gluten free。啊，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中国人对，有一群人是戒 gluten 的，就是不吃面粉。低盐，就是很少盐啊，就是很少，无色素、无防腐剂，适合小孩或是要健康的饮食人。对，所以我觉得健身的朋友们，想减肥的朋友们，吃这个很适合，因为它卡路里也不高。为什么你吃了一片才吃？因为它这个爱泡丁啊。他需要保定的人，他就吃。中后可以买得到吗？现在目前只有西马。西马就中后，对 ，sorry， 中后可以。你买两份比较值得，买两份比较值得啊！你跟朋友一起 share 啊，买两份，然后你就免邮哦，还送你一个 meatball 哎，20块价值的 meatball，OK？ 大家买，如果你买了这个呢，下个礼拜我叫慧宏准备一个 American breakfast， 教你们如何做美食早餐。我们下个礼拜好不好？做完这些咯，你直接做给大家看比较好吗？你做一个 meatball。对，我们讲那么多没有用了，直接做给现场的人看，是不是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我们就教你们如何去。做这个早餐啊，就是很简单的，你 defrost 了拿去烤啊，没有 air fryer 拿去 oven 啊，没有啊不拿去煎啊 pan fry 啦 ，OK， 好了，这样我们这个再重复多一次啊，有什么呢？135块，有一个10英尺的 pizza，OK，、okay? 然后有一个6条 bacon and cheese 啊，自己 homemade 的 sausage， 再来就是。5条的 sausage roll，OK，、okay? 还有一个哇，极多片的 bacon 啊， low carb low sodium high protein， 哦，外面的 high sodium 的，很咸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meatball 是附送的，如果你买两组的话，这四个东西啊 ，OK。来要的话打上 A E 加 E 啊，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做一个这种料理的人，或者说这些食品的人，他们都有一个过程的。这个他的故事是很简单的，是故事他纯粹是要做一些 sausage 吗？他要做给他孩子吃，因为外面买的 sausage 都太咸。
太多。做给他的啊孩子吃。对。那么做的时候也做多。顺便卖给。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就变成一个事业来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种子很重要，他要让孩子吃健康的 sausage。嗯。啊，这个是说做生意要有这个重口味。不，我觉得啦，你如果吃重口味的朋友们哦，你们一定会吃不惯，因为它味道确实没有我们想象的 sausage 那么的咸啊。它因为是你哎，怎么好像没有调味这样的？不过哦，对于那种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是觉得很好吃的。嗯啊，所以他们的口其实不能吃太咸。嗯，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啦。OK， 好。其实他们也有比较带咸的一个 sausage 都有的，如果你只要这样有兴趣的话，去到他们的官网看，因为他们卖的东西太多了，这只是一个小部分。我讲的，我跟他讲，我要的是一个健康的食品，让小孩子，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让小孩子都可以吃到啊，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 Halloween 的一个特辑啊，美食，就是说让小孩子都可以吃得到的。你看这个一直他在拼命的吃我的 Halloween 的食物，他讲我可以吃掉这个 apple 吗？很有兴趣是吧？啊，他吃完了又放回去，继续吃完放回去。OK。哎，所以要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啊。如果你要两份的话 ，A 一加二。哎，你相信我们的， okay? 你相信我们对食品的要求啊。啊，就是慧红都是蛮嘴刁的啊，小弟也是。其实我们可以讲，我们不敢讲是谁家，但是我们对吃的东西真的有一点讲究啦，有点要求。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接受了，我们才去介绍了。嗯，其实很多我收到很多的产品，很多我吃了说，很多人是因为生意，因为做生意很生意。但是这个是做生意，是他做生意有些东西太商业化了啊。他们做生意是他们带出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做的东西，第一个我孩子可以吃的，嗯，我可以让我自己家人都吃的，对。好像我以前我开餐厅的，我就跟我的员工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干净，没错，要干净的，因为我们吃比人家多，我们一天吃两餐，一个是晚餐，另外一个是宵夜，一天吃两餐，所以我们吃的比人家多，那么我们自己的煮的东西料理是不是要干净一点，嗯，要卫生一点，嗯，这个是我教育我的员工的，嗯，同样的今天他做这样的一个给他主要目的是让他的孩子可以吃到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 process， 这样的一个美食，他也是肯定的健康卫生，所以我真的我去过他的厂啊，小弟也去过他的厂，小弟上车的时候真的什么休息间他的东西他的那些都洗到干干净净，绞肉机啊什么东西洗到干干净净。我说这种就是他可以叫我们去他的厂参观的话，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下一回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的，我会带大家去参观他们的厂啊，去他们的那个制作过程来介绍。当时的时候我还叫他有什么优惠给大家。 OK， 好，最重要的今天啊，就是你今天来了A 一加一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一些带回去啊。嗯，当然，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就可以拿到蜜波啦。来，而且有点牛啊！看重播的朋友们也可以下订单啊。如果你觉得哎呀两份太多了，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跟朋友 share 啊，对对啊，找一下你的朋友啊、亲戚啊一起分享哦，买两组啊，还有一个蜜波。OK， 好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哪就是一家早餐啊，三个人去吃这早餐啊，100块没有正常。嗯，真的哎，认真讲啊，你这些全部早餐啊，你去外面吃的话哦，看来我们吃两个人，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吃一个晚餐都不见了100块了。啊，对，现在早餐也是不贵啊，早餐我们要叫现在的我们说，啊，一个简单的拿十多块，一个简单的我们60多块，嗯，啊，所以我们到有时今天我们以说这样的价钱来讲是相当的是一个我们说良心价，而且是什么含量。就是97%，那个可以吃，如果一 family 可以吃两天呐、啊。两三天、啊。你这里一条，看你多少人吃。可以一个月啦，可以一个月啦。不能，家里五个人啊，对，五个人就这个一个，煎一个蛋，一个面包，一个牛油，
哇，整个芒果加拿大都。然后这个哦，它是两个两个包装。两个两个包装啊。这一个个单独包装的嘛，所以你打开了不会另外一个不会吹到风。哦。它包装很好。它包装很好诶，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包装，独立包装啊，所以你打开的还有包装的，就代表什么？这样子就是很好密封咯，不会吹到风，你都不会干，就所以就是这样子啦。我觉得他们做东西真的很有诚意啊。OK， 你不妨试试看啦、啊。所以有兴趣的话 ，A 一加一 啊。OK。当然，它的叫 A 一加二 ，A 一加三啊。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看啊。对，我们今天丽丽的产品，我们介绍到时的时候，我们会再去他的工厂来看看呐、啊。OK， 我们到时候会公布我们的直播。好，那我们礼拜一5:30再见啦，各位。拜拜啊，5:30见啦，拜拜。